大家好，我是小贤，让我为大家分享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家庭爱情故事。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继父对妈妈不好，他天天向我哭诉，我劝他离婚，他转头就把这话告诉继父。我女儿都劝我别跟你，但我还是对你这么好。继父生气，失手打死了我。妈妈大哭一场后，作为家属出具了谅解书，努力帮继父减刑。孩子已经没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从活一世，我回到妈妈嫁给继父的那一天，妈妈问我觉得新爸爸怎么样，我冷笑，你们一看就能天长地久。这是我死后的第二个月，有关继父王大志的过失杀人案已被法院受理。狭小的房间内，我看到律师在不停地叮嘱妈妈，你既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又是死者家属，你的态度至关重要。妈妈不住地点头，我明白，大志是我丈夫，我一定尽全力救他。如果灵魂的哭喊能够被妈妈听到，我一定会哭着问他，他是你的丈夫，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可惜我已经死了，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了。于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作为我的家属，出具了对继父的谅解书。同时，身为唯一的目击证人，母亲一边流泪一边抹黑我。那天晚上是小吴先动手的，那孩子一直脾气大，我也管不住他。大志没想杀他，就是想吓唬他一下，让他乖一点。小吴拿着球棍打大志，大志想砍球棍，结果不知怎么就我漂浮在人群之上，只觉得浑身发冷。那一天继父喝醉了，要打母亲。是我拿起球棍拦在母亲面前，试图保护她，结果发狂的继父回身抽出了案板上的菜刀，我脖子和胸口中了三刀，送往医院时已经没了气，死时只有16岁。然而母亲的证词让舆论纷纷倒向继父，这可是孩子的亲妈，她都说不是这爹的错，那应该真的不是。现在的小孩一个两个都冲动的要死，女孩子家家的拿着球棍，一看就是暴力狂。继父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他被转送监狱时，妈妈去看他，记者的镜头前，妈妈痛哭流涕，大志，我在外面等着你出来。记者问妈妈，不管有意无意，他都杀了你的女儿，你还能和他一起生活？妈妈抹抹眼泪，小吴已经走了，活的人总要好好活着，他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也想看到我幸福。我在旁边看着，只觉得心寒到无以复加。在学校我一直很优秀，有许多机会可以摆脱原生家庭，但为了妈妈，我通通放弃了。我不忍心把她一个人丢给继父，于是只能留在家里保护她，最终换来这样的结局。在巨大的不甘心中，我的灵魂渐渐透明，我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灰飞烟灭，然而在睁眼时，我的眼前却是一张熟悉的脸。妈妈穿着婚嫁的绣和服，正一边对着镜子画口红，一边笑眯眯地问我，小吴，对新爸爸满不满意？我怔了很久，终于意识到自己重生了。也许是上天可怜我，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再不重蹈覆辙。妈妈见我没反应，皱起了眉，李吴，你什么意思？上一世妈妈跟继父办婚礼时，我一直黑着脸。继父王大志风评不佳，和前妻离婚时闹得鸡飞狗跳，前妻拍下自己身上的伤口，状告王大志家暴。后来王家给了前妻一大笔钱，此事才不了了之。因此妈妈要嫁王大志时，我极力反对，她却因此不高兴了。你是不是看不得妈妈过两天好日子，就得为了你守寡才算好母亲是吧？妈妈一直怨我，我生父去世后，她一直想改嫁，但因为带了我这么个拖油瓶，条件好的男人很多都不乐意娶她。我妈心气又高，条件不好的男人她看不上。妈妈年轻的时候好多富二代追，都是被你拖累了。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这次好不容易带到王大志，王家有钱，王大志本人又相貌堂堂，我妈满意极了。
告诉你里屋，我生你养你，不欠你的，你再甩脸色给我看，我妈一通火没发完，我就微笑着打断了她。我觉得新爸爸特别好。我妈愣了愣，之前是我不懂事，妈妈说的话让我清醒了。我笑着说，王爸爸和你特别配，一看就能天长的久。见我说的笃定，妈妈反而迷糊了。你之前不是一直说大智能打前妻，说明他有暴力倾向？我摇摇头，那肯定是那个前妻自己有问题，不关王爸爸的事。妈妈还想说什么，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说，他是你丈夫，你们两个会好好在一起的。他那么爱你，绝对不会像对前妻那样对你，你们一定能有一个幸福的家。而我则要不惜一切代价逃出这个家。母亲和王大志结婚了，像前世一样，他发现生活并不如他想象的美好。他时常来找我哭穷，王大志这个死鬼婚前搞得多大款一样，结果家底全被他前妻掏光了，外面还欠了债。小吴，你有钱的话能不能接济接济妈妈？妈妈连饭都要吃不起了。上一世我看着哭泣的母亲把我在学校获得的奖学金、比赛奖金、征文稿费都给了他。回到学校后我不放心，还给他发短信，这些钱你自己用，别跟王大志说他花钱大手大脚，你为防万一总得有点自己的私房钱。妈妈表面上对我说好，转头就把短信截图给了王大志。你看，我女儿都让我藏私房钱，但我还是什么都跟你说了，可见我是真的一心一意想跟你过日子，你可得对我好。我并不知道继父已经看到了那条短信，周五放学后还是如常回家，结果劈头盖脸就挨了一顿打。继父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个害人精，见不得他俩好好过日子，背地里挑拨离间。妈妈起先还作势要拦，结果继父吼了一嗓子，你要是不让我管教这个小兔崽子，你就带着他搬出去，看看还有哪个男人要你。妈妈立刻缩到一旁不吭声了。晚上我一个人掉着眼泪给伤口上药，她还在旁边长吁短叹，小吴，你别怪妈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妈妈要是不找王爸爸，以后谁供你上大学，谁为你准备嫁妆。可惜有了王爸爸，我连高二都没读完就死了。此时妈妈又来找我哭穷，我立刻跟她对着哭，妈，我也正想管你要钱呢，你能不能接济接济我呀，我饭都快吃不起了。我提前抢了妈妈的台词，让她有点茫然，你不是上个月才领了奖学金吗？我看名单上有你呀，奖学金早花完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得了奖学金，非得让我请客。她在电话里很生气地骂道，这都什么同学。见他还想开口，我赶紧反过来向他要钱。对了，妈，老师说有个美国暑期夏令营的机会，大概需要4万块钱，他避之不及，匆匆地说了句夏令营都是骗人的，生怕我继续管他要钱，赶紧挂了电话。世界终于清静下来，我赶紧继续埋头书本，开始用功学习。上一世我原本想着考上大学后自然就能离开这个家，现在看来还是太晚了，我必须尽快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才行。我向学校申请了住宿，周六日也不回家。妈妈和王大志来看过我几次，我借口学习忙，尽量避开和他们直接见面。妈妈很伤心，亲戚们都收到了她的抱怨，李吴真是白眼狼，我就当没这个女儿。我得给大志再生个孩子，要是个男孩那可就太完美了。亲戚将她的话告诉我，我抿抿嘴唇，什么也没说。他在积极备孕，我在努力学习，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原本我和妈妈各忙各的，关系已经渐渐疏远，但家长开放日的消息还是有人通知了他。他给我发短信埋怨，这种大事你也不通知我们。幸好看到了继续妈妈的朋友圈，我才知道，我和你王爸一起来，你记得来校门口接我们。对于参加家长会这种事，我妈和王大志都很乐意，原因很简单，没人不喜欢挨夸。我成绩稳居年级前三，又是学生会优秀干部，
老师在 PPT 上打出的各个表扬名单里都会有我的名字。对于我妈和王大志这种一辈子没怎么获得过荣誉的人来说，坐在那里接受全体家长羡慕的目光，实在是一件非常受用的事情，但我只觉得麻烦。继续，妈妈本就是我很讨厌的人，她原本很喜欢在朋友圈晒儿子的第一名，结果我转学过来后，她儿子就再没拿过第一。就为了这点事，她非常喜欢暗戳戳的阴阳怪气我，小吴这么优秀，以后一定是事业女强人吧。可惜了，脾气太硬，没男人敢娶的。我被杀后，她还不忘泼我脏水，虽然死者为大，但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这姑娘的确脾气暴躁。我作为邻居，老看到她顶撞父母，不要把她想得太无辜了。此时我虽然心中有一万句想骂，却不得不前往校门口。雨意未风，我不想明着得罪妈妈和王大志，不然以王大志的疯劲儿，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然而我刚到校门口，就发现那里乱成了一锅粥，有两个女人打作一团，正疯狂地拉扯彼此的头发。你说我送我老公的手绢为什么在你身上？你倒是说啊，一个发疯的女人是我吗？什么手绢？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个疯子，快把手拿开。对面发疯的女人是继续妈妈。不远处王大志抱着胳膊看戏，满脸冷淡，就好像这一切和他没关系一样。我站在人群中，人影晃动，掩住了我的笑脸。哦，忘说了，那条手绢是我从家里带出来，趁着家长会登记的时候塞进继续妈妈包里的。前世纪阿姨住我家隔壁，和我妈一直有些不对付。纪阿姨颜值中上，但身材极好，前凸后翘，极尽性感。她又爱打扮自己，常常身着紧身的低胸包臀针织裙，十个美甲和全套的戒指手镯一起闪着光。我妈表面上不屑一顾，却在背地暗暗咬牙切齿，风骚成这样也不知要勾引谁。但她很快自我安慰，你王爸是好男人，看不上这路货色。我当时看着她欲言又止。其实我在超市撞见过季阿姨和王大志，他们两个并肩而行，一人推着一辆购物车，王大志的目光就像是粘在季阿姨的身体上一样，而季阿姨也毫不回避，反而用热烈大胆的目光回视过去。我立刻产生了直觉，这两个人之间不对劲，但直觉也仅仅是直觉，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前世直到我被王大志杀害，都没有再发现新的线索。从身后，我自然也没工夫去调查他们的破事，但既然有了直觉，我决定赌一把。果不其然，真让我赌对了。那块手绢虽然是我塞进季阿姨包里的，但我本以为这个伏笔要过很久才能被发现，结果季阿姨和我妈在校门口相遇，两个塑料姐妹一顿寒暄，互相阴阳怪气间，我妈非要看看季阿姨的名牌包是不是真的，季阿姨不让她看，拉拉扯扯之际，包的拉链被拽开了，包里的东西撒了一地，其中赫然就有那块手绢，场面一时间非常失控。我妈一直拽着季阿姨的头发猛烈输出，而季阿姨则尖叫着说自己根本没见过这块手绢。最后我妈对着季阿姨咆哮道，我就问你和我老公有没有一腿。季阿姨的表情出现了短暂的卡壳，哎，没办法，手绢虽假，情意却真呐。虽然季阿姨很快回过神来，张口就要狡辩，但她那一瞬间下意识的反应已经落入了我妈的眼中。贱人，叫你勾引我老公。她用自己的包疯狂地打在季阿姨身上。人群中不知道是哪个熟人看到我来了，失声惊呼，别打了，孩子都来了，让孩子看见了像什么样子。那人应该是好心，但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我本来还想在观众席多看一会儿狗咬狗，为什么现在就 Q 我出场？不得已，我只好跑过去，装成刚刚赶到现场的样子，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一边假哭，一边拽散了马尾辫，让被风吹乱的头发遮住我没有任何眼泪的脸。余光里，我看到王大志突然动了，他迈开大步朝这边走来。
我立刻敏感地后退，以免又变成一个冤死鬼。王大志单手拽开我妈，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你丢不丢人？她低声道，眼神冰冷，我们王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很奇怪，刚刚跟季阿姨撕扯时中气十足的我妈，面对着王大志的巴掌，就像怯懦的老鼠遇到了猫，捂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我妈才低声开口，冷了道，对不起老公。她嗫嚅道，但那块手绢是我亲手绣了送你的，怎么会在她那里？一块手绢而已，你能绣人家就不能绣？王大志吼道，没脑子的东西。他瞟了我一眼，转身就走。显然是被这么多家长围观之后，他也没心情继续尽孝参加家长会了。我妈在原地踌躇了两秒后转身追了过去。我远远地看着他和王大志拉拉扯扯，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王大志给的说辞极度牵强，是个人都能看出他和季阿姨绝对有问题。但即便这样，我妈也不愿意跟他闹起来，她只敢针对季阿姨，不敢激怒王大志。她内心深处期待的还是王大志跟外面的女人断干净，然后好好跟她过日子。我从她身上窥见了一个女人悲哀的命运，而同为女性，我绝对不要走上相似的道路。为了能够早点彻底脱离这个家，我在拼命学习的同时，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攒钱。除了学校的奖学金，我开始用周六周日的时间给杂志写稿，每篇8000到10000字不等，如果过稿就可以获得每千字150元的收入。我刚开始写还不太熟练，每篇稿子都要改很久才能满足编辑的要求。为此，我的周六周日除了做作业和复习外，都花在了写稿上。但王大志对此很不满，李吴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了，这个年纪不该帮着家里干点活吗？放假了也待在学校不回来，指不定去哪儿野了吧。在几次三番地催促我回家，而我继续待在学校后，愤怒的王大志直接找来了学校。他径直冲进了班主任的办公室，责问我有没有早恋。这丫头发育早，心思重，又成天不回家，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担心她走上歧途。我知道王大志的想法，上一世他也希望我多回家，为此不停地暗示我妈，我妈便也经常打电话给我，哭着说想我，让我回家看看他。但我回家后就只有被王大志指使着干活的份，他要我帮他买烟买酒烧水洗脚，我如果不听话他就抄起家伙揍我，更有甚者我洗澡的时候他在外面拨拉门把手。幸好我早就把门反锁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我质问他为什么想在我洗澡时闯入卫生间，他却只是不屑一顾的笑笑，我是你爹，这是我买的房子，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怎么了？如今我说什么也不要再回那个家。而王大志之所以会找上老师，也是笃定我这种好学生脸皮薄，听老师的话，所以通过老师和学校给我施压，我肯定会乖乖就范。可惜由于早就猜到王大志可能会来学校找茬，所以我提前很久就跑去找班主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他哭诉，我继父想在洗澡的时候偷看我，我妈妈知道了也不管，所以我才申请了住宿，不敢回家，周老师求你一定帮帮我。因此王大志去问班主任时，班主任老师早就做好了准备，李吴同学早恋不可能的，您放心好了，我们班上的孩子我都了解，他一门心思都在功课上，绝对没有您说的那种情况。班主任和颜悦色地解释，之所以周末不回家，是因为他是班干部，不但要协助我批改同学们的作业，更要帮成绩不好的同学补课。小吴爸爸对于小吴这种乐于奉献的行为我是极其感动，也深知正是有您这样优秀的家长，所以才会有这样优秀的孩子，不愧是老师，一顶接一顶的大帽子直接往王大志头上扣，左一个感谢家长支持配合我们的工作，右一个毕业典礼上想邀请您作为家长代表发言。王大志还是好面子，被班主任这一通和风细雨的话架在了高处，
张了张口，半晌没说出什么，最后只好对班主任附和了几句，转头回家了。班主任将情况转述给了我，我在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心无旁骛的学习和搞钱了。但还不够，我太清楚妈妈和王大志的德性了，他们没那么容易放过我。因此为了牵制住他们两个的精力，我干了一件大事。这周六就是我们学校的运动会，同学们都在学校，等结束回家大概要到下午四点之后了。而我妈则每周六都出去搓麻将，风雨无阻。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我家只有王大志在，而季家只有季阿姨在。周六下午一点，我顶着操场酷烈的阳光，找到了负责在广播站念加油稿的季旭。他刚刚念完一波稿子，口干舌燥，不耐烦尽数写在脸上：“季旭，你是不是中暑了呀？”我一边将从同学们那里收集来的稿件递给他，一边关切地问。季旭擦了擦汗，他本来没那么难受，但一听我的话立刻夸张地演起来：“是，应该是他一会儿捂头一会儿捂肚子，我哪哪都不舒服，应该是中暑了。”我在心里冷笑，这是继续的惯常把戏，他非常喜欢用装病逃避一切需要干活的场合，值周、大扫除、早操，如今我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哪有错过的道理。李吴，要不你替我念一下后面的稿子吧，我实在是不舒服。继续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装作不情愿的样子：“等下班主任还要查签到呢，你要早退的话得先去医务室开假条。”“求你了，我真没力气去医务室了，班主任查签到很松的，你随便帮我编个谎就圆过去了。”继续求了又求，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就这样，我接替了继续念起了加油稿，整个广播站回荡着我的声音：“你的汗水洒在跑道，浇灌着成功的花朵开放，你的欢笑飞扬在赛场，为班争光属你最棒。”我心不在焉地念着，看着广播站中央悬挂着的巨大时钟。原本不该在家的积蓄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他会看见什么呢？那一天积蓄具体看见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并直接打电话给了他爸。是的，继续是有父亲，而且他父亲一没去世，二没和季阿姨离婚，只是在外地做生意，一年里基本回不了家几次。最初从继续口中套出这个情报时，我也很震惊，亏我妈骂季阿姨的时候还总骂那个骚情的寡妇，结果人家根本不是寡妇。但随即我意识到这是个机会，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继续的父亲，发现对方生意做得相当大，有财力，也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换言之，这是个厉害人物。在我和王大志的斗争中，我是几乎没有可能在不牺牲自己的情况下摁死他，毕竟16岁的女学生面对40多岁的成年人，无论是体能资源还是社会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但我可以借助更高位的力量。就这样，从校运会上提前回家的继续撞破了他母亲和王大志的事。这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娇弱小学霸，此前虽然也知道家长会时借阿姨和我妈打架的事，但从未往深了想。此时突然直面真相，一时间大受刺激，不顾他母亲的恳求，直接打电话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爸。他爸乘当天的飞机赶了回来，据说他当街给了季阿姨一个耳光，随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季阿姨一家搬走了，继续转学了，而王家原本经营得尚可的生意瞬时间变得簇簇受阻，资金链本就紧张的时刻，债主又一窝蜂地上门讨债，有的甚至带着打手。于是那段时间，王大志的脸常常是青肿的，显然他爸和他的各路人脉打了招呼，打算好好折磨一下王大志。而在这整件事中，我的角色不过是一个继续提前从运动会上回家时帮他顶替一下岗位的热心同学罢了，有谁会想到是我这个连路人甲都算不上的小角色在暗中导演了这整场大戏呢？这场风波后，我的世界清静了很久，
王大志陷入生意上的种种困境，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我妈则被周围的所有人盯着，左邻右舍都想看看，在全世界都知道她丈夫偷腥后，这个女人到底离不离婚。我妈对此的应对方式是如同祥林嫂一般，拉住每个邻居哭诉王大志的冤枉。我家大志是个老实人，都是那件货勾引他。我现在算是反应过来了，这应该就是季家那两口子合伙演的一出戏。季老板估计是忌惮我们家大志生意做得好，以后会威胁到他的位置，所以不惜让自己的老婆过来，是这样一出美人计。背地里我妈甚至还跟亲戚抱怨我，这事还是怪李吴，就因为他，大志大概始终对我有芥蒂，才会一时被别的女人迷了心窍。我得尽快给大志生个孩子才行。计划已定，但执行起来实在是困难，毕竟我妈已经是高龄产妇了，医生都建议她不要再怀孩子，但她执意不听，四处求医问药。就在我妈一副副苦药汤灌下去，潜心求子的时候，我也在一张张试卷坐下来拼命用功。每天6点我便起床洗漱，咬着包子前往教室读书，晚上我继续在自习室里学到10点半才踩着月色回宿舍。人在极致努力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学期已经结束了。期末考试我以总分全市第一、两门单科第一的成绩震惊了所有人。班主任老师高兴地将我叫到办公室，北大暑期夏令营的名额是你的了，这次的夏令营会有相关考试，如果通过的话就能赢得30分的自招加分。夏令营的名额一共有2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隔壁班的宋然。从班主任口中听到这个名字，我立刻瞳孔放大，宋然此人从刚入学的时候就和我结了梁子，原因很简单，他逃课翻墙出去玩，刚好遇到我当值周生。他起初不以为意，跳墙就跑，此前他遇到值日都是这么干的，对方抓不住他，事后又没证据，只要他死皮赖脸不承认，多半不了了之，结果这回遇上我，我像天降神兵一样立刻跟着他翻墙跳了出去。我俩在校外你追我赶的狂奔了3个街区，最终以宋然为了躲开一条过路的小狗而撞上了卖橘子的摊铺，我在满地的橘子中把他气喘吁吁的抓捕归案告终。事后他因公然逃课被教导主任警告，还在升旗仪式上对着全校念检查，而我因良好的执行了学生干部的本职工作被表扬，在他念完检查后上台领奖状。我忘不了在台上擦肩而过的那一瞬，他看我的眼神，李吴，我记住你了，他压低声音道。我回以一个微笑，我这么优秀，记住我的人多了。如今从班主任的口中听到宋然的名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考了多少。他的人设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上课不听，永远考场睡觉。班主任帮我翻了翻成绩单，他的总分就比我低3分，我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他作弊了吧，一定作弊了吧。虽然我也知道期末考试是省里出的卷子，查得非常严，作弊概率几乎为零。作为唯二去参加夏令营的本校学生，我不得不和宋然加了微信。他微信名字弹出来的那一瞬，我差点笑了，追魂人，好中二气息的 ID。 但下一瞬我想起了什么，突然愣住了。前世我被王大志杀死后，由于妈妈出面作证，舆论都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只有一个 ID 频频帮我说话，这个世界怎么了，天天搞这种受害者有罪的阴谋论，你们认识她吗，凭什么这么诋毁她，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本该拥有很好的人生。那个 ID 的名字就叫追魂人。阳光下我看着她吊儿郎当地朝我走来，校服松松垮垮，衬出一张漂亮又不羁的面孔。喂，领导。从我因为抓捕她获得了优秀干部奖状后，她就一直这么阴阳怪气地叫我。通知夏令营注意事项的讲座我懒得去了，你好好记笔记，我抄你的。他突然不说了，叉着都弯下腰，平视我的脸，
你哭了，是阳光太刺眼了。他指指自己，还是被我帅到了。我抹抹眼泪，在他期待的目光中吐出一个字，滚。去北京的车票需要自己承担，加上别的花销，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并不是小数字。好在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写稿，我已经攒下了一笔不少的积蓄，可以让我不向妈妈和王大志开口。我算了算，只要后续我坚持写作，寒暑假再去做些勤工俭学，加上现有的积蓄，足以负担我日后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那时我便可以彻底独立出这个家了。在我为了备战夏令营而刷着往年的自招题目时，有亲戚打电话告诉我妈妈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愣了愣，但最终只是平静地说，那恭喜她。在前世里，我无数次地想要挽救妈妈的命运，但现在我已经认清，每个人自有他的人生轨迹，胡乱干涉他人的因果，最终遭到反噬的会是自己。我没有和妈妈联系。周日的时候，宋然突然约我出门吃饭。你是不是要下毒杀害我，这样自招考试里你就能前进一名了？我问他。爱来不来，反正我请客，我立刻去了。他很有钱，不宰白不宰。吃到一半，他推了个盒子过来，送你的。我大惊失色，宋同学，虽然我的确优秀又美丽，暗恋我属于人之常情，但我们还没成年，你现在求婚是不是太早了点？他白眼差点翻到天上去，生日礼物。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17岁了，前世的这个时间我早就死了，而这一世在种种手段的自保下，我平安地活过了被杀的节点，进入了17岁的全新人生，未来应该都会是一片光明吧。我打开他送我的盒子，发现里面是一串黄棕色石头组成的小手链。你确定这是送17岁花季少女的礼物？我妈撒着石头，感觉40岁的大叔比较适合戴它，手上再拿着两个核桃转一转。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毒舌，淡淡道，不识货就别瞎逼逼，这是虎眼石，在古代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平安符或护身符。平安护身，我心里一动，许多疑问压在心中。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生日？为什么要送我这样的礼物？追魂人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开口询问，因为我知道他看上去是个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但只要他不想说，我就什么也问不出来。吃完饭，我带着礼物回到宿舍，室友一见我进来就对我说，小吴，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呀，生日快乐。你也真是的，都不跟我们说，要不是你妈妈来了，我们肯定不知道。我眉心一抖，我妈来了。不知为什么，一股不祥的预感瞬时间笼罩了心头。对呀，给你带了蛋糕。我看着属于我的桌子上，果然摆放着一块小小的奶油蛋糕。有那么一瞬间，我该死的感动了，他是记得的。17年前的今天，是他把我生了下来。所以即便我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他，他还是会不计前嫌地赶到学校，为我送一块生日蛋糕。我是不是对他有些过分了？他毕竟是我的妈妈，纷繁的思绪涌入我的脑海。然而下一瞬，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我的枕头、被子、书架、柜子全都有被翻过的痕迹。我缓缓挪过去，用颤抖的手掀开枕头，果然我放在枕头下的信封不见了。呼吸猛地变得粗重，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衣柜，我放在里面的储物盒也不见了。枕头下的信封里是我为了夏令营的日常花销取出来的3000块钱，储物盒里则有我的身份证、稿费单、银行卡，全都不见了。我在看着桌上的那个小小的奶油蛋糕，突然感到它是那么的可笑。室友看到我怔住在旁边慌神了，阿姨来送蛋糕，说看你床铺乱，帮你整理整理，我们就也没管。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是啊，正常情况下谁会想到一个妈妈会害自己的女儿呢？我沉默了很久，从喉咙里讷讷地吐出两个字，没事，不怪别人，只怪我自己。
王大志和姬阿姨的那场大戏成功后，后续我又被接二连三的成功砸中，这种顺利麻痹了我，让我大意地认为后续的人生都会是坦途。狠狠掐住手心，我走出门去。宋然原本在宿舍楼下玩篮球，看到我惨白一片的脸色，吓了一跳。李吴，你见鬼了？我的确见鬼了。生活之中，人或许比鬼更可怕。我转头对他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什么事，我好久没回家了，打算回家看看。又是这个熟悉的家。或许是因为这一世没有了我在家打扫卫生，它显得比我记忆中要脏乱差许多许多。王大志在一地的酒瓶中抽烟，满脸的倦怠，妈妈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头发蓬乱，颧骨上带着伤，夏天也穿着长衣长裤。他看向我，目光里带着心虚，小吴怎么突然回来了？我看着他落下泪来，直接跪下了。妈，求你还我吧，那钱是我攒了很久很久的，我要去北大参加夏令营，需要用钱，等我考上大学了，我一定好好赚钱孝敬你们。他的脸色难看起来。小吴，你不知道王爸爸的生意最近特别艰难，债主老上门讨债，妈妈又怀着弟弟，也是需要用钱的时候。那个夏令营不去也没关系的，对吧？你努力一点，高考多考30分不就行了？我的眼泪越流越凶，抬起头望向他，我最后求你一次，可不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他避开了我的目光，王大志则不耐烦地起身，一脚踹在我的肩头，把我直接踹翻在地。小贱人，哭哭哭，哭什么哭？父债子偿没听说过吗？你妈带你嫁了我，我就是你爹。你爹欠了债，你有那么多钱，就在旁边看着，天底下有你这么没良心的吗？我哭泣着从家里走了出来，防盗门在我后面甩上，发出砰的一声响。确定门完全关上了后，我的哭泣便骤然止住了。抬手将脸上碍事的眼泪擦掉，我从口袋中掏出宋然送我的虎眼石，戴到了手腕上。妈妈，继父生养的确有恩，我感念这份恩情，所以才给了你们最后的机会，是你们自己不要的。宋然发现我开始变得神出鬼没，他很多次来找我讨论自招题目，都发现我根本不在宿舍，偶尔也会撞到我正要出门或恰巧回来，每次都戴着帽子和口罩。领导，你这是去做什么秘密勾当了？宋然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我算是求你了，夏令营的钱我可以借你，你别搞这么神神秘秘玩心跳的事情吗？面对他追问我到底去干什么了的问题，我永远抱之以敷衍的微笑，我出去偷偷学习了。他知道问不出来，也没再打听，只是我每次坐车回来都会发现他恰好在公交车站旁，于是回学校那段黑黑的路他能恰好陪我一程。距离自招考试只有一周了，一周后就是出发去北京的日子。王大志已经放出话来，不允许我去。他说他到时候会守在车站，如果看见我就立刻打断我的腿。有好心的邻居劝他，老王，孩子要是能去北大读书是好事啊。好什么好？他眼睛一瞪，你看看他现在就敢对老子欺上瞒下的，要是考上了北大，还不得骑在老子头上拉屎。生意不顺之后，他酒喝得越来越多，高浓度的酒精泡坏了他的脑子，原来仅有的那一点体面也荡然无存。我不说话，总是默默的，只是不时的会发几条仅我妈和王大志可见的朋友圈。照片里我会露出一些价格不菲的东西，比如名牌书包的 logo， 高档餐厅的一角，万子的玫瑰金手链。当然这些东西有些是我 P 的图，有些是我管一位名叫宋然的资本家借的，但王大志并不会知道。他只是疑惑又愤怒地对我妈抱怨，问李无奈丫头是不是又有钱了。我妈试图给我打电话，但我下定决心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整个人神出鬼没，他们根本找不到我。周五晚上，我缩在街尾的角落里，看着王大志摇摇晃晃地出了门。
这是他的习惯，每周五他都要去小酒吧喝得烂醉，今天果然也不例外。光线昏暗的小酒吧里弥漫着各种气味，王大志在吧台坐下，赊账要了酒。他旁边是两个已经喝到微醺的客人，正在热络地聊着天。客人甲，我姐最近在陪大老板喝酒，他们管这个叫红包局。客人乙，怪不得我看你姐最近阔起来了，一晚上好多钱吧？客人甲摆摆手，嗨，我姐年纪大了，赚不到大钱的，真正价格高的是那种小妹妹。我姐说了，她最近新认识了个妹妹，才17岁，是一中实验班的高材生，全市第一名，能考北大的料子。这种又漂亮又学霸的小妹妹愿意陪一杯酒，大哥们红包给的刷刷的，一晚上能拿6-7千。客人已惊呼，天哪，那这一个月不得有个20万。他还没惊呼完，客人甲就骤然被王大志揪住了领子，你说的这个小丫头是不是叫李吴？客人甲吓得差点咬了舌头，我哪知道。王大志仰头将满杯的威士忌灌进喉咙，从鼻尖喷出一口粗气，没错，17岁，一中实验班，全市第一。不是李吴又是谁？自己天天被债主追得像条丧家之犬，这个小贱人一个月几十万的赚着。想到这里，他一把掀翻了凳子，在惊呼声中闯出酒吧。他直奔家里，把正窝在沙发上追剧的我妈拽起来，上去就是一个耳光。你知道你女儿在外面挣大钱了吗？我妈呆呆地说，啊，小吴那里的钱我都搜出来给你了呀。那才2-3万块钱，他现在一个月就有20万。他咆哮，走，你现在就跟我走，我们去找你这个好闺女问问，全天下有没有她这么当女儿的。他的愤怒感染了我妈，她也生气起来，小吴真的在外面赚这么多钱不告诉我们。他立刻掏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此前我已经很久不接电话了，但这一次电话刚嘟了几秒，我就立刻接了起来。我妈正在气头上，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尖声道，李吴，你在哪儿？话筒里传来嘈杂的人声，我的声音忽远忽近，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妈气疯了，她和王大志一起凑近听筒，辨认着我这边热闹的对话。一个中年男人大大咧咧道，小妹妹，这杯酒喝完，哥哥给你包大红包。我立刻娇笑道，好的，老板等一下，我正在接电话。对了，等下我还有个姐妹要来，我得出去接她。旁边另一个男人道，没事儿，你就在这喝，跟他说星星饭店103，让他自己过来。我说了声好，又对着话筒道，别给我打电话了，从此之后我和你们断绝关系。说完电话便断掉了。王大志气疯了，他直接抄起旁边的斩骨刀，老子看他还敢不敢断绝关系。他一手拎着刀，一手拉着我妈，直奔星星饭店。星星饭店并不远，离我家只有几百米。他无视服务生的尖叫，直接冲进饭店，一脚踹开了103包厢的门。里面果然是一派酒宴的盛景，王大志的目光恶狠狠地巡视一圈，想要把我抓出来。但随即他愣住了，因为这个包厢中并没有女孩，只有一群40-50岁的中年男人。而坐在首席的男人身材矮胖，其貌不扬，脸上的神情却不怒自威。王大志，你来干什么？他整个人惊呆了，酒醒了一半。季老板，没错，坐在首席的正是我们的老熟人，我前同学继续的父亲。我跟踪了他一个月，摸清了他的行动轨迹，发现他每周五晚都会在这里设宴请客。问你话呢，你来这里干什么？望着季老板难看至极的脸色，他结巴道，我走错包厢了。季老板垂下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那把斩骨刀，走错了还带着刀。他的冷汗鼓鼓地流了下来，我其实是来找我女儿的。季老板眯起眼睛，哦，那他人呢？季老板的手在包厢里指了一圈，你说说他在哪儿呢？我在星星饭店的后院里，这里树影茂密，完美地掩住了我的身形，自始至终就没有什么跟老板们喝酒的事情。
那两个被王大志撞见的酒吧客人，是我给宋然200块钱，让他去帮我找的群众演员。我妈给我打电话时听到的对话是早就录好的背景音，而让王大志闯入季老板的宴席，是我过去的一个月里组合了所有线索得到的最优解。我上网查了法院立案的消息，发现季老板的公司最近牵涉进了大麻烦，他的公司在企业查询的 APP 上也被标为高危，再加上他之前刁难王大志，能请到那一波波来路不明的打手，而这种时客界老板不但不出现在公司，还在这里夜夜设宴请客，所以我不得不怀疑季家应该是涉黑的。他们在这里聊的事情自然是疏通关系，想办法挽救季家，而这个时候王大志手持尖刀破门而入，他麻烦大了。果然季老板当时没说什么，和颜悦色的让王大志走了。结果三天后，王大志被一个拾荒老人在废弃工厂的仓库里发现，声带被毒哑，浑身都在淌血，每根手指都被砸断了，连电话都拨不了。他被发现时还有一口气，于是被紧急送往医院。医院里妈妈哭着给我跪下了，因为她付不起医药费。小吴，求你救救你爸爸，你去想办法筹钱，你一定有办法的。许多路过的病人和医护人员朝这边望过来，我听到他们小声议论，这个妈要筹钱自己去筹啊，干嘛为难她女儿，就是小姑娘还穿着高中校服呢，她能有什么办法。今天的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耐心，我温和地拍拍妈妈的手，我进去看看王爸的情况，你现在情绪激动，在外面等我就好。我进入了病房，他躺在床上，这个前世砍了我3刀的男人此刻看上去极度虚弱，如同一片飘零的落叶。我在他面前蹲下来轻声道，王大志。也许是死前的回光返照，片刻后他竟然真的睁开了眼睛，他盯着我，我回望着他，我们对视了很久很久，久到他终于悟了。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无尽的恐惧，整个人都在哆嗦，嘴里发出含混的音节，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但我听懂了。嗯，我轻轻点了点头，都是我干的。他拼命地挣扎起来，我垂眸冷淡地看着他，像看着一条垂死的鱼，在缺水死去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腾。慢慢的，他不动了，他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我调整了一下状态，适时地尖叫起来，哭着跑出病房，王爸爸，王爸爸，他医护人员冲进去，我妈甩开两个护士的阻拦也跟了进去。在看清王大志的尸体后，我妈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哭喊，昏了过去，她流产了。于是医护人员又急急地冲向她，送她去抢救。一片混乱，有好心人用衣服裹住我，孩子，你先出去，不要面对这些。我谢过他，将衣服还给了他，独自走出医院的大门。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等我，是宋然。他没注意到我出来了，似乎正在跟面前的什么东西对话，但从我的角度望去，他的对面分明没有人。想投个什么胎呢？猪还是狗？哎，算了算了，猪的浑身都是宝，狗是人类的好朋友，馋怎么样，一共就能活一个夏天，再危害人间也就是几个月的事，不错不错。我在暗处等了很久，等他消停了才走过去。他以为我才来，吊儿郎当的插着兜，哟，这要巧，我来医院看朋友，你来干嘛？我没说话，良久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他的手立刻从兜里拿了出来，整个人有点手足无措。怎么了？他说，没事。我摇摇头，我就是两天没吃饭了，看到那里有卖酥皮牛肉饼的，馋哭了。他买了两个酥皮牛肉饼，我俩一人一个。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终于决定好好聊聊。其实我刚刚看到你的朋友了。他心不在焉，不可能，你看不见。我的确看不见，但我猜到了。我说，
你刚刚对话的是王大志的灵魂吧？宋然的身体骤然一顿。以及我前世被杀害后灵魂不灭，我看着宋然的眼睛轻声问，是因为你吧，追魂人。他咬着酥皮牛肉饼侧过头去笑了。后来我按时间坐上车去参加了夏令营，顺利地拿到了自招加分。有了30分的加分，我成绩又本就很好。第二年的高考结束后，我如愿去了北大。大学生活比我想的要更精彩，我一边继续为了绩点努力读书，一边实习做学生工作，参加社团，丰富自己的履历。大三结束时，便有在学术论坛上认识的学姐对我表达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在毕业后加入她的公司。那是一家业内人士都梦寐以求的公司，有着优渥的薪资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我立刻答应了下来，生活似乎无比美满。但唯一的缺憾是没了宋然。那一日在医院外，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只是以一个漂亮的投篮姿势要将酥皮牛肉饼的袋子丢进垃圾桶，装逼失败，一阵风吹来把袋子卷走了。为了公共卫生，我赶紧去捡那个袋子，等我终于抓住它，转身回头看时，树下已经没有人了。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但它就像是凭空消失了。后来我给那个名叫追魂人的微信发过消息，打过语音，统统都没有得到回复。我把他借我的钱转账给他，没有人收，时间到了之后又自动退回到了我的账户。开学后我去询问班主任，得到的消息是宋然已经转学走了，转到哪里了不知道。我出办公室的时候，班主任还在感叹，都说宋家有钱，但事实上家长会从来没人来过，直到宋然转走也没人见过他的父母。这个唯一见证了我17岁的少年如一阵风般轻飘飘地吹来又轻飘飘地吹走，连个影子都没留下。再后来母亲又来找我，她一路来到北京，在我宿舍楼下大哭大闹，说她遇到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都是我把她害成这样的。李吴，我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你。我对着她痛哭流涕，不停道歉，对不起妈妈，真的对不起。不过现在我在北京有房子了，你先去我那里住下好不好？以后我挣的钱都给你花。他终于满意了，跟着我上了车。下车后他跟着我一路前行，等意识到不对时，两个护工已经摁住了他。我将他送到了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妈妈被两个护工拽着，一边奋力踢打，一边不断地用脏话咒骂我。最终他没力气了，开始痛哭，求我不要把他扔在这里。我摇摇头，不，你的余生都要在这里度过。小吴，我是你的妈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冷冷地笑了，是啊，你是我的妈妈，所以你借着给我送蛋糕的名义，把我一边学习一边写稿的血汗钱搜刮出来送给王大志。他根本没用这些钱还债，而是买酒买彩票，半个月就挥霍完了。当你得知自己的女儿有可能在外面陪酒时，不是想着竟然把她逼上了这样危险的道路，而是她这样肯定挣到大钱了，竟然不给家里花。即使不提前世的血债血偿，今生她依然不配做我的母亲。我走过去垂眸望向她，曾经我一直试图原谅你，我总想着毕竟你是我的母亲，你对我总有一些爱，但我失望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世上的确有人不配做父母，而你恰好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母亲看着我，她突然崩溃了，大哭大喊，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音节，而我已经懒得再从她口中听到任何一个字。签下和精神病院的各项同意书，我转身离开。前世她也是这样，签下了对继父的谅解书。于是我用温暖来回报温暖，也用绝情来报复绝情。后来时间又过了很久，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平无奇地过下去，结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回宿舍时在楼下看到了一个身影，一身黑衣，高大俊秀，却又漫不经心地插着兜。他站在桂花树下，刘海被风吹乱，正在回答我室友叽叽喳喳的问题。你说你找小吴，
你们俩什么关系？宋然沉默片刻，扯扯嘴角，他是我领导。有风吹过，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转过头来看我。我们在阳光下对视了很久，他歪头笑笑，好久不见，领导好。首次久别重逢，以宋然被我痛殴了40分钟告终。你以为你是虐文男主吗？不告而别是吧？不长嘴是吧？他被我打得抱头求饶，领导，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喂，你打人能不能不要打脸？尤其是我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本来可以迷倒万千少女。好了好了，我真的错了。打累了，我俩一起去吃酥皮牛肉饼。去处理了一些工作，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对外保密的。他一边吃一边对我说，我也是你的工作吗？我问。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嗯，是的。你有本事别回避目光，行吧，我承认不是。他翻白眼，别扭地说，你是例外。主要是你第一是太惨了，然哥我呢，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就想着帮帮你喽，怎么样？他把脸凑过来，是不是觉得我更帅气了？我面无表情，滚。我问他，这次来看我会不会又突然离开？他坦率地承认了，毕竟要工作的。不过你想见我的话，我可以多来找你。他扭过头去，算了，你不想。我拍拍他的肩膀，喂，干嘛？我想，也不至于笑得这么灿烂吧。阳光洒下来，他的眉眼和笑容都被镀上一层金灰。我突然感到心情很好，因为未来我们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时光，不是结束。所以呢？一间空教室内，他正在写写画画，而他的朋友则坐在讲台后面，一边用电脑玩扫雷，一边问他这一次打算在他身边待多久。他在白纸上写了几句诗，然后摇头晃脑地朗诵，浮生若梦皆是空，几回魂梦与君同，再说吧。同伴刚好点到了一个雷，直接 game over 了，忍不住一摔鼠标，拿宋然撒气，你这个诗句乱接是能气死语文老师的程度。我没有语文老师，我的诗文是一个白胡子的夫子教的，已经不记得是哪个朝代的诗了。他淡淡道，放下笔活动了一下脖子。同伴耸耸肩，感叹道，怪胎。他笑道，你不也是玩扫雷的？是个长发的男人，眉眼精致漂亮，像个妖孽。事实上他也真的是个妖孽。听到宋然的话，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嗯，说的也是。如果医生给这个长发男人做检查的话，大概会当场吓得叫出声来，因为他是没有心跳的。对了，李吴知道他也是个怪胎吗？男人问。宋然摇摇头，没跟他说，他现在以为都是我的功劳。李吴以为他当初灵魂不灭，又能从活一世，都是因为宋然，但并不是。宋然是追魂人，他能够封印魂魄，但并不能让时间回溯，从活一世。真正让时光倒流的是李吴本人。巨大的不甘心让他的能力觉醒了，只是他本人还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干嘛不告诉人家，想让人家多感激你一点？长发男人很不屑，没有，他迟早要知道的，晚点总比早点好。不然他如果知道自己是能让时光倒流的速回人，肯定不好好学习了，每次发答案了背一遍，然后直接到退回考试前就行。宋然，不要把别人都想得像你一样品行恶劣。长发男人吐槽，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让我再想想。宋然话音未落，教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不用想了，我都听到了。长发男人看着瞬间石化的宋然和刚刚破门而入的李吴，良久露出一个促狭而又期待的笑容。追魂人与速回人终于相遇，未来应该会发生很多更有意思的故事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我是小贤，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拜拜。